不是，我那个谁就签了我呀！哎呀！你这是连啥来着？不是，大哥，我真没钱。你不就想要钱吗？啊！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在这儿啊坐着等一会儿，有钱人马上就回来，行不？要不咱等会儿？那坐会儿吧。坐等会儿。我给你俩拿点吃的去，他们俩好像都饿了都。你坐着歇会儿啊。哎呀，我知道。这录音机这事儿我能不能唱，他能给我，能唱咱也不能要，咱要要钱。不是你要钱干啥？我觉得录音机比钱重要。我出门就是来挣钱养家糊口，我就是要要钱。你呀就是没追求，我告诉你是录音机老录音机有啥用了？哎呀，跟瞧你俩吵吵啥呀？你一惊一乍的，还能好好合作吗？那你俩呀，那呀，咋了这是？大哥。西瓜，西瓜，这还能吃吗？这，这都是你的，哥。啥？冒昧的问一句，二位好汉，干这行多少年了？咦，那可是有年头了，那是俺家祖传的手艺。是我俩都祖传好几辈儿了。那你俩的祖师爷，应该是石谦吧？你说啥啥的，是个毛贼。什么什么叫毛贼？那叫梁山好汉。那就是个毛贼，就是梁山好汉。哎，这这这这，好汉，你们都是好汉，都是靠技术吃饭的。那是那是那是，差的有点。那个，再问一句，你们最近干这活儿稳当吗？那从来没使过手。公安局不管吗？管呀。是不是最近管的挺松啊？不是，就是我们在那儿吧，都有备案。对，俺都是在俺来。完了，遇上老炮了。那啥呀？听弟弟一句劝啊，不怕万一，就怕一万。常在河边走，没有不淹着的。门口就是阳光大道。出去之后，世界都是你们俩的。那兄弟，你到底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我就是说，你俩能不能出去？不是，俺要钱嘞。录音机给你，能不能出去？那我能出去？不能出去啊！要这有啥用？我要钱。不是，人家都说给录音机了，那我出去不就完了吗？你要钱，你要你的。那也不行，谁都不能走。不，什么叫谁都不能走呢？那咱俩不走，录音机一会儿不给了，不给也不能走。不是你这人咋这样的？赶紧我咋了？走吧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你俩谁都不能走，你俩不走我走。哎哎哎！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站住！哎呀，我去你的吧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王倩，你干啥呢？这是？小李丽，你快跑！他俩是贼，把我绑架了，赶紧报警！谁是贼？你才是贼！我手缩了，你说我们俩靠技术吃饭的。你弄啥了？你这是？小李丽。他俩是贼，他管我要钱，他偷我的录音机。他，我当然要钱了。我修完锁你不给我钱？修锁啊？啊？那他为啥偷我录音机啊？我谁说偷了？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买行不行啊？我说管你管你就管你，我不让你拿你非得拿，你拿了要把咱俩当小偷了。那我不说我揣兜里试试吗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地方就没事了呗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地方就没事了呗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哎呀，我的命！咋的？妹妹，我跟你说，我来咱家修锁了，我锁修好了，恁这伙计把我就当一小偷了。你说他脑子缺啥？缺根弦儿，他缺心眼儿。我就是个修锁的，他非说我是个小偷。啊，你俩是修锁的啊？误会啊，误会，误会你个头啊你！王小倩，你天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，人俩人就修锁，你搁这闹腾什么呀？还把我家门给我踹坏了，咋整吧？那师傅，要不你再给修修门吧？再给一分钱，哥，钱不是问题。修好了，录音机都可以给你。哎，你说好没？那这锁我修了。兄弟，求你个事儿，但磁带得还我。为啥呀？这里边啊，
有我妈最爱听的歌。哪首啊？朝花夕拾杯中酒，寂寞的。你说你唱来的是个啥呀？嫌我唱的不好啊？啊，你唱，有能耐你唱，我就不信你能唱我说话。哎哎哎，你唱，你唱。这么着，哥，你露两嗓子让他瞅瞅。我现在我修锁去。唱来的是啥乱七八糟？朝花夕拾杯中酒，寂寞的我在风雨之中，醉人的笑容里有没有？大雁飞过，菊花插满头，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，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，朝来夕去的人海中，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，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，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，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有，让长江之水天际流。